乡亲蔡乃荣，龙岩，我韩金秀。上好看，上精彩，我韩金秀，今仔绝对予你看到趣笑目笑，唔闹上笑过，就靠歌中中。今仔阁有邀请到足侪大歌星，为了演唱好听的歌曲，精彩好看的节目，千万唔通转台哦。偏偏才来爱着你，事到如今袂怎样，我也不敢做主张。爸爸，不是妈妈心肝凶，要把你放下，是因为你对妈妈。是袂幸福的，妈妈有探听过啊。住伫这栋大楼的人，拢是好野人。因来肯甲你收养，后摆你就会当住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你也会记，连咪若有人来的时阵，你都爱赶紧哭。你若哭愈可怜，人就会愈感。哎、欸、哎、欸，我感觉咱这间厝，敢若住人连过乡上，才遐尼沉重的感觉啊咧。敢有？嗯，啊，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哦。啥物好消息？我即摆考试考了真好。嗯。你若看到我的成绩单，感觉我考了袂歹吼，你就带我出国去佚佗，安尼好嘛？去倒位佚佗啊？去出国啦！出国。出国。恁爸都要禁止出境，你要出国？好好啦。好啦，你嘛要出国哦，我拜托人带你去啦。真的哦、嗯，爸爸，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什么小朋友啊？爸爸，喂，你看，啊，咱到家哪有囡仔？你看，你看，哦，哎呦，小 baby 呢？哎，够有影呢。哎呦，哎，伊看了看到你较好哭，安尼你甲抱。无，你甲抱。无啦，这个不像个呀。哎，爸爸，你较有经验，你甲抱啦。我是负责生，我无负责饲。哎呀，你抱吧。哎呦，你抱伊啦，这。无，你甲抱。等下吼，啊，叫你妈妈来就出来看，就看袂安怎做安尼。哎呦，我要为你煮菜，我要为你煮菜。哎呦，这么几点嘛？啊，我那个死老狗啊，到这么还没回来嘞！我来看嘛，姐，大惨啊！进来走！嗨，冬梅，我行了，冬梅，你没听到啊？小火钻，哎呀，这名啊，小火钻，前后你都搞不清楚，我哪知？我叫你下，哦，我叫你下，哎，我来丢啊！等，这个囡仔是为倒来的啊！这个囡仔个婷，哈，哎，婷你，我，妈，我排了。你是安怎啦？啊，婷婷，当时不是，我这个做妈妈，啊，为他高兴，侬唔知你有巴肚，你无大巴肚，抖音啊，啊，你这嘛是你靠什么会啦？我在做阿妈，做了莫名其妙，我都把心内底很自责啊呢，很内疚啊呢，我都想袂开，我对不起贺家的列祖列宗。我紧，哎，往那边去。哦，我讲阿爹，你无甲我斗，你这嘛是想袂开？你想要家己解决才好着啦。对。钱哇！你好嘞，你当当我唔敢，你敢敢？林总嘛，炸到中年路啊！好，我跟你讲，你放心买啦，伊唔敢死啦。你有看到无？哦，这是啥？哎呦，这一条拿出你啊！你变魔术我看。我炸到中年路啊！你这个是变安怎？我知影你是一款人，有一天安尼，
你的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人！小妹，快去吧。哦，来来，卡妹，你怎叫袂醒妹太安尼啊？太妙都是安尼啦，这厝是啥物人起的？我甲你讲啦，这间厝是建设公司起的啦。这个楼中楼挑高，你安怎调调袂掉啦？你什么意思？想要煮菜就对了哟？爹嘛，那个梁弄那么高，害我丢两次都丢不起上去。你免煮菜啦！妈，你误会我了啦，这囡仔不是我生啦。这囡仔跟婷婷无关系啦，那是我的。哈？我发誓，我这辈子只爱我老婆。我只爱你一个。你说这是我吗？对啦，那你要说爱我。Oh no！ 啊，我说过就好了啦。不、你快抓啦！说你在做事也嘛爱做到底，对不对？哎呦，好啦，我爱你啦。你也讲出来，肺腑之言。我爱你啦。你来心甘情愿。拜托，好吧，好啦，我爱你啦，我不舒服啦，我爱你，我爱你，我跟你讲，我绝对袂安怎啦，你我发誓啦，我无安怎吼，我好暖，你暖暖是安怎？你比我家来，不是我好暖啦，哦，又搁比过来，也弹跳，我好暖，对啦对啦对啦，这囡仔哪里哭吼？你拢无听到？啊，你有啦，我咧哭啦，我咧哭啦，哎啦，有啦，妈妈，哎呦，你哭惊呀，你来看是安娜啦，你咧哭啦，哎，我看妈呀啦，我跟你讲，我不会讲话，哎呦，查某，歹势你用哦，怕查某我唔敢用，对对，尿不湿掉啦，湿掉了，哎，我蒙起来说你歹势蒙，你歹势蒙呢，哦喂，弄胆胆气啊，胆气吗？胆气我解得啦，哎呦，来。看袂出来，你个饲囡仔真有办。我有偷生啊！哦，不是啊，不是啊。我跟你讲哦，肚子饿了啦，巴肚枵就对了，巴肚枵啦。我是讲我巴肚枵啊啦。算早，你乱规波啦，个是嘛？我早都传好，就是等恁两个人啊，等恁两个人等来食饭。等阮两个人，你等茶啦，就等阮两个人。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哦，爸爸，阿你妈妈煮饭很辛苦呢，我感觉你爱个慰劳一下。吃饭以后按摩对身体不好，先按按再吃有道理啦。哎呦，哎呦，娘，安怎了？你是不是捏了面烫药了？我那大天为什么要捏？我的腰会酸啊。好了好了，会酸就酸，不行，酸。我家暴爸爸，你不行啊。你点点。你妈妈做爱这种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是客厅的，不是房间啊。好啦，好啦，房间你用去招呼。好啦，吃饭啦，吃饭啦，好啦。啊，本领公要吃饭，阿囡那边呐。哎呦，困皮啊，困皮啊，爸爸，你抱，你抱，你抱。什么什么，我抱，什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抱，困皮啊，困皮啊，困皮啊啦。安尼呐，困皮啊呢？对啦，困皮我要困皮。来，睡觉，来，阿丽阿丽，回困你家。来来来，都来困啊！好了，好，好了，巴肚枵啊，无啦，迄囡仔吼，爱趴着睡，面才好看。阿你是不是啦，爸爸？你是趴着睡，脸才会长啊。对对对，听说对心脏也比较好啦。对呀对呀，这样会没有胸部？不会啦，不会啦，空心的，你别我脚掌嘛是阿你嘛是，起码是小腿啦。再蹦再蹦再蹦，对对对的。哎呀！来来来，夹崩夹崩，夹崩，来吃饭了。啊，夹起来崩就差，我要你。喂，走。爸爸。什么呀？门铃呐。门铃哦。嘿啦。靠，要今晚是夹崩时间，有啥物人来吹啊？阿仔。门我关啦，该几摆啦？嗨。哎。哎。我找你。找你。因查某囝，伊讲伊是伊妈妈。紧张紧张，这红娘是不是会当顺利转去亲生老母身边呢？也佫有韩志伯啊，交乌阿妈，这家伙啊，佫会变出甚物笑过人心撇步呢？要知影结果，后回继续收看。
吉秀。望关怀，气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眉冠六宫粉黛，身系三千宠爱，身与寂寞成浮生，万丈雄心难为你。痴恋，温情何计？泪湿湿流去，看朱唇鬓，痴情无时尽。纵横天下二十年，深宫秘密任凭点，两面凭。关怀，气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眉冠六宫粉黛，身系三千宠爱，身与寂寞成浮生，万丈雄心难为你。痴恋，温情何计？泪湿湿流去，看朱唇鬓，痴情无时尽。纵横天下二十年，深宫秘密任凭点，两面凭佳。女中豪杰武则天，哎呀呀呀呀，哎呦呦，你好你好，潘大哥，潘大哥好，有听到无？一时一个演不完的演员，演员唱歌唱安尼，演员，哎、欸，对对对，演员。我甲贺小子，你报告，我跟你讲，是莎莎当前哦，我跟他就是同事了，三十年前的同事，对对对，三十年前。迄时阵就一即马归回，那就卖讲了哦。当然当然，对对对对，迄时阵的台式演戏、连续剧演了很多。台戏时阵，台戏要民国七十年代的台戏，想未到哦，三十年后。你的歌声哦，因为我从小你啥都无唱歌，对呀、啊，我就是要说咩，因为我细汉就最爱唱歌、嗯，啊，我爸爸吼让我从我去学舞蹈、民族舞蹈，也学唱歌、哦，我小学就拿了那个冠军了，歌唱比赛的冠军。真的哦，真的，我迄阵啊吼，卡叔讲吼，我来入去伊就唱歌，卖去演戏吼，哦，我讲今嘛吼都无二姐哇，哦、没有开玩笑，你讲的是姜叉叉是不是？没有开玩笑，歌是我多在边啊听，唱到袂歹，你还要。但是咱这个频道哈，哎、嗯，较侪欧里桑、欧巴桑，
拢是韩籍的较济。哦，对啦，你放心，但你一定唱好听的台语歌。对对。你较早演戏哦，拢演台语的，来，拢讲出来，给大家听。拢高中的较济。你较早做啥？高中的较济，像大家较知影的是像单元剧的话，中国民间故事。好、哦，还是金马呀？我讲卡早，我卡早啊，对啊，你袂记，你拢无咧看、啊。民间故事，嘿呀、啊，还是国语，按不足侪人看，很多人看。啊，个台语片吼，拢是七点半，那暗时七点半，因为戏剧那时候晚上都是台语剧。哦，就追哦，像新民戏屋。七牙八牙，七牙八牙，妈做贵台湾。哦，你是做贵牙。李东兵，白蛇传。我贝亚女朋友啊，哦哟，嘿，你讲这哦，人家听无啥有啦，有，卡早拢同学都知道哦，真的吗？真的啊，给大家回味一下。我知道，因为贺大哥哦，都是那时候在那边都是，那个时期是天王巨星，都是在餐厅里面呐、啊。我很想去啦，可是让你餐厅休息，可能差不多机会拄到咧。我拄到一概念啦。哇。你哥俩爱瓜听秀都几拜，都几拜哦。因为那时候我哈貌不惊人呐、啊，所以贺大哥没注意到我。黑喜尊爱唱歌、你一定要唱歌嘛。你的瓜，黑喜尊他没有勇气，唔敢唱啦，是安尼啦。对，但是我多是我多是听爱唱歌哈。平常时讲唱歌，大家拢真够唱。嗯嗯。但是唱歌的气口未歹。对，这个唱歌那个气口。武则天就是爱我些霸气。对啊！武则天这部戏今嘛目前啊，大陆的演好，跟那的演那黄色的感官嘛呢，跟 N A 片呢、啊，真的、啊，真跟呢。我是看原版是刘晓庆演的，那有什么 A 片？最近大陆这部你个看没啊、哦？老戏重拍，好，皇帝的边啊破病啊，一个在边啊偷过去啊，屌了，我会老气起来啊！哎呦，真的哟、哦！那应该吼，大陆当局吼讲，唔通够演落啊，演落真正。国破山河在这种戏一定很刺激真的哎呀你是但是我问你、喔、你有山寨版的吗不是我问你我这个武则天到底是什么种的人物你怎么样不过武则天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真的是也有很多他很好的业绩他厉害就是刚才套用你们那句话嗯他什么场合就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时候做什么形态对对对对对对他今天如果没有当荡妇的话他真的当不了武则天、真的因为你这番意思是说我要做起来一国之尊齁、就是要当淫荡的就对了其实也不见得武则天淫荡啊，像历代的皇上也都是很那个，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后宫啊？会有很多妃子啊什么的、啊，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啦，男生跟女生是赶快啦。不然你起码想赶快啦。你这个情况，大家这样议论会不会双标回来？如果他没有条件，他故意要装那个样子。嘿、hey, ，会恶心的、啊。请问光盖立的，刚才柯大哥、康大哥，那都一下啦。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就一下，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成熟的熟男。差出这啊！真的，像后面这些乐师，我就不喜欢拢一下。对不对？老马伯姐，阿伯，你们两个来讲的。哎呦，我就跟你讲呢，开玩笑。不过真的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谢谢贺大哥第二次跟您合作啊，感谢康大哥教我唱歌，谢谢。来来，继续继续继续。好，继续挂起嘞。哦，这首歌也是蛮轻快的。台语哦，台语一定台语诶，嘿，然后我很一定是台语诶。带来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啊，就这阿公阿婶哦，都用这首歌好去跳那个原籍舞。来，带来这首陈小云的歌曲《爱情的恰恰》。哎呦，来，恰恰姐。恰恰恰恰恰恰，来跳恰恰恰，欢欢的夜都起，灯光闪闪闪。迷人的音乐又响起，永远想着你。爱情啊，恰恰袂当放袂记，心爱的伫倒位。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要去倒位去。啊，忍落去，忍落去，唔通后悔。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放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
着身边的人，不是你。灯光闪闪烁，迷人的音乐又响起，永远想着你。爱情啊，恰恰袂当放袂记，心爱的伫倒位？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恰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行去倒位去？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啊恰恰长甘比彼天，可惜身边的人啊，不是第二个改三十年啊，在舞台上所有艺人，上届需要就是咱大咖观众朋友的掌声，阿家人的支持甲鼓励。卡苏大家若无气嫌，开始会继续搬戏队，卖继续唱歌。多谢各位，谢谢。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阮的情啊。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声。不问恁听的个人声，人人暖暖都变人情。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艺人心酸的滋味。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阮的情啊。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声。啊，不问恁听的个人声，冷暖暖都变人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艺人心酸。纯纯的爱不知从哪里来，春去
秋来，他切切在等待，寸寸的爱，他时刻在期待，秋去冬来，中间的梅花又开。纵然是雪花缓缓飘来，也不能掩盖他的娇艳和可爱。寒冷也遮不了他的存在，勇敢和坚强象征着纯纯的爱。纯纯的爱不知从哪里来，春去秋来，他切切在等待，纯纯的爱他时刻在期待，秋去冬来，中间的梅花又开。纵然是雪花缓缓飘来，能掩盖他的娇艳和可爱。寒冷也遮不了他的存在，勇敢和坚强象征着纯纯的爱。小卢，够够够啊！好大，够够。无恙很多人不尊敬，都小刘，小刘够够，哎，够够够。没啦，阿弟都吼，就这样子吼，被感觉比较年轻了。你昨天切了，叫你哥哥，你话话去演的。好，安尼啦，安尼。搞起码一话五花朵像个瓜，歌声哦，跟这个歌名一样，歌声还是很纯。对，哎，这个没有瑕疵的。对。人的个性是这样，我们虽然是艺人，很多人说哦，我的给他进福杂怎么样？其实人的本性，他还是本性，哦、对吧？我还是很纯啊，尤其是哦，有不是你在秋山呀？丢了，纯了，纯。不啦，我真的，我们在以前的时候，你讲安尼，我就怪怪，因为我实在你哦，我跟你个跟你讲哦，我较早读高中的时阵都爱听伊的歌，嘿啦，较早伊唔是唱台湾歌，嗯。用唱国语歌，等等，你即马讲这个话，我听起来怪怪。你讲你较早高中的时候，最爱听的歌，有。你出道比较早是比较晚，你较早，嘿啦，伊较慢啦。迄时阵啊，都你比出道较慢，嘿啦，哎呦，夭寿，那比较操劳啦。夭寿，有几首歌你唔捌听过？东方有个美姑娘，她家住在溪水旁。那叫溪水旁。哎、溪水旁哇，那是好听的歌。你看这歌嘛，怎样？一场雨树三朵花。还是后来，后来比较先。真的，我看到康宏哈、哦，我们这个好兄弟哦，我们好朋友哦，我看到他就想啊，
你们主持嘛，哦、啊，那我要唱一个纯纯的爱。哦，真的讲回来哈、哦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很纯洁的。你艺术工该咔嚓该写啥就发生这些纯纯的爱。哦、我咔嚓该写啥哦，因为我们在高雄那个歌厅哦，嘿，多几间金都歌厅。京都乐团、哦，对啊，我跟一个女生哦，那个时候很著名，也唱的一流的哈、哦。嗯嗯，我问，因为同一起作秀哦。嗯，哎、啊，因为我们以前是十天的一档，才刚启动哦。啊，第三天哦，我就看那个女生就带这公来、欸、来后台了。哦，啊，我看到哦，这个人哦，笑脸过烟斗，啊，目睭两粒。哦，看他点会几万哦，这个很帅啊，那哈，很帅气啊，那哈，哦，哎，哦，我看到，哎，这个不错，嗯，啊，我听说、嗯、那个时候一对歌咏七七餐厅在唱，对对对对，那个宵夜，盐城区呀，哎，盐埕波呀，七七餐厅，哦，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很夯的，嗯，哦，哎，都多出来的爱唱歌了，嗯，哦，哎，找一辆那个女歌手把他。带来后台啦、嗯，啊，那个女歌手很漂亮哦，啊，结果我讲啊，引导啊，叫艺术工，介绍你实在个对了，哎，那都传来后台啊，很自然就看到他嘛，嗯，哎，奇怪的，啊，过三四天以后哦，他又来后台了，嗯，因为我们下班他来接他，你看，哎，三四天前，噶三四天那也不赶快，是谁咯？这目睭拢乌脸去，天哪，目睭吼乌脸，啊，倒塌安尼啦吼，哎呦，奇怪，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我18岁、欸，那个时候多开始学麻将，因为刚开始学就很喜欢打麻将、哦，一打三天三夜，一打三天三夜，又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可以打麻将吗？不，后来你卖多咧讲起来，我听无啦。哦，安尼你听好无？啊，我才意思。什么时间都差不多安尼？哎呦，你往那加奶超呢？超啥时间呢？我要过五年。哦，我们十天啊，到七八天以后他又来了。又来啊？又来哦！我又看到他，哇，阿鲁塔，哦，阿平川呢，哦，我看他拢无咧困，啊，因为那个女生的爸爸哦，啊，较早拢也来收钱嘛，哦，对，找后来，查某囝哦，趁钱啊，做秀做要耍，哎，阿爸爸来收钱呀，哦，对对，阿无伊耍了，伊过去台南嘛，啊，钱要收啊，哦，有影，哎，伊查某囝讲，哎，刘哥。我爸爸来吼，你跟我爸爸睡好不好？我买啦，我拜托你啦，拜托啊，一暗路啦。迄个查某拜托你甲因爸爸困。嘿啦，啊伊是啊伊是要甲相困。啊，不然伊都我唔知啦，都因两个，我唔知因个内容，我不知道，我很纯嘛，我纯洁。结果我帮伊门拍开哦，嗯，哦，啊，看一个鬼拢乱去，是啊，哦，迄因爹爹为多呢？规个变成拢，规拢床单好像毕卡索画的。你这老归老哦，你拢哦，我的要五十档的代志，你拢记着掉。因为这个事情是很特别嘛，特别的事情一生是难忘的。哎，啊，我看到伊，啊，就想迄代志，啊，我觉得他是很好玩哈，但是他到现在还是也是那我们同行那么久哈，也是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哈。你有咩厉害？唱几首歌，纯纯的爱，纯纯的爱，纯到遐去。你卖看这个小刘哥哥，因为歌单里面作些好朋友，两肋插刀鬼。迄当阵于天呐，你讲禁情的时阵。金唱时阵，伫处理袂当出来唱歌嘛，有啊。对了对了，李亚平出来唱歌，但是李亚平唱歌，伊要唱些什么相见不如怀念的哦，男女对唱啊咧。我有一天的下比赛啊，小李哥哥的后边咧替唱，替唱咧，替唱啊，听你的歌哦，无简单。你唱歌敢有超过五十档？慢讲，我袂记的。你按算，你不要唱话久。唱久的代志，对讲小刘就歹势。哦，但是我讲，但是小刘较早是惯国语唱片起家哟。对，来，那录正字来，来。但是今下你有些我限制你一定要唱大雾光。什么大意？哎，大意，今麦唱这首也是怀念的，大家很喜欢的，我做为了秋风雅雾。秋风夜雨，对，来，诸位的欣赏者，来。红无香，摇乱秋雅静。弟兄听你多温口鼻静
因为思乡在雨水冷，自怨自叹，幸福已完成。啊，前途茫茫，万人是功名。顺境皆成好鸳鸯，无去环境阻碍阮自由，秋风也有也无替阮想，那贪归眠，别分添忧愁。啊，思思念念，一日如三秋。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离开故乡，犹原只是船。彼时有所望，你相信阮。艰辛为君，保守阮青春。啊，阮是可悲，海上小芳村。欸，最近人口吼，全世界人口暴增到70亿以上哦，所以未来的世界吼，哦，人愈来愈多，代志愈来愈多吼，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责任吼，啊，规规矩矩，啊，安分守己，吼，啊，所有代志拢依照迄个叫做轨道来进行吼，安尼世界会更加和平，更加迄个幸福，更加安全，更加平安，感谢。春天时，草山烟花很娇美，红蓝绿绿满满是，欣赏青春好芳味。轻舞大草青，清风舞弄着花片，精彩好景色。夏天时，娇阳照着碧潭边，桥影摇来又摇去，水面划破美人鱼，笑声逗人意，小船写出念歌词，飘飘飞上天。冬天时，温泉烟雾现花气，不知霜风暴时变，只对异国的情侣，淡笑烫耳边，吹着风干配咖啡，
情灿烂红丽。秀，继续这单元叫做台湾两国。在咱台湾有真侪好听优美歌曲，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拢有一段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讲真情，听好歌，请欣赏吴秀珠所安排《台湾两国》。黄昏变色风太雨，烦恼红西海南岛，家内山三长难度，世界破病袂如何，望红西回来照顾，又搁远路途，希望天甲咱保护，紧转台湾岛。这首《生活苦》是伫民国差不多30年代。嘛是当时拄好咧中日战争的时阵，台湾伫迄个时阵，犹原犹阁是伫互日本人伫咧统治。咱真侪台湾的少年囡仔，拢互日本人讲甲咱拖拖去，啥物咧南洋做军夫啦。谁知影，这个中日战争一直刷落去，阁刷落去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日本人对咱台湾人的要求是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厉害。甚至有时阵，伫个三更半暝，日本的军队就来冲入去台湾人的家庭，伫困闲闲，甲拖起来讲叫伊爱转因啊，硬硬强逼，强逼台湾人都爱甲转因啊，一个因啊，一个转完。不管你是50岁，也是60岁的老人，甚至一个家庭敢那白囝两个人尔，拢该拖拖去什么南洋咧做军夫，也是做苦工啦。迄个时阵，整个台湾的社会引起了真大的不安啦。自恨天地无公道，自叹黑暗云前多，望红西转来保护，无期转来无头路，加一个好运照顾，目屎哪落雨，甘愿行来去打拼，明明阮的命。伫迄个时阵，予日本人拖去做军夫的人数呢，差不多伫个27,000多人。反倒转来讲，上少有20万以上的台湾人的家庭，因为战争受了经济的陷害，尤其是翁婿或者是子女拢被拖去做军夫。在那个时阵，每一家每一伙拢是生活非常的艰苦。所以呢，这首《生活苦》是在描写着当时伊的翁婿去被人调去海南岛做军夫。伊伫厝内抱着红红幼幼的囝儿，伊又搁当地发烧，
爸母又搁遐尼老啊，身体真歹，安尼是要安怎？这款的日子，这款的生活，是要叫伊往何处里去呢？红灯、青灯照旧听，假装笑容陪伴兄。酒味心头又惊，环境无奈逼阮行，顾不将无顾名声，心肝不是疼，一世人为红为惊，吃着吃歹命。今日哦，咱要唱这首歌哦，国语歌是《情人再见》，谢雷唱的。哇，台语歌叫做《我也想》哦，什么人唱的？纯纯，纯纯的。哦，你捌伊哦？我唔捌。啊，你唔捌啥子？你知影？我听阮老爸讲的。哦，恁老爸捌伊？阮老爸听阮阿公讲的。哦，你。纯纯是这个这个背景的歌手，我本来看主流是讲纯纯哦，较早有一个歌叫做《纯纯的爱》，纯纯的爱是后来呀、啊，是、啊、国语歌啊，所以我对这个人是无错无熟悉，但是啊，伊的这个歌是两种的版本，因为咱这个说蚵仔韩之秀嘛，哦，我是讲爱有国语的版本，一定爱有台语的版本，对对对，国语台语。拢好听啦，安尼好，今日你唱谢咧，当然咧，我唱纯纯，来这人我无纯啦，但是够纯无，请欣赏，好来。相见已晚，又要分手。痴痴相望，默默无言，何时能见？不知那一年，不知那一月，不知那一天。啊，情人再见。就在山山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心内真可悲，想不出彼个人。啊，怨叹的暝。